陈梅奴，欢迎你，欢迎欢迎。好，你看谁来了？迎来大来宾奥日奇乐。找女朋友了吗？今天在追呢。天哪，这是一个大新闻呢。对，要不然的话，每次过来都被您怼。我不光是单身啊啥的。他温柔且有质感的嗓音入耳，让人沉醉。我们总说来日方长，却忘了诗和远方。你是我的阳光。门里门外，他们有着怎样非同一般的友谊？他喝酒了之后会爱哭，差点给整成他女朋友。对对对，老友相聚，往日时光浮现眼前。本来有点喝酒的那种状态，微醺的那个都没了，对，一下给摔醒，就直接是惊吓的那种。然后谁最黑谁就最大。你看谁来了？本期大来宾，奥日奇乐。这里是突击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，你看谁来了的。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那今天呢，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一位好兄弟，也是呢我内蒙古的老乡。这些年啊，看他呢茁壮成长，真是为这兄弟高兴。关键他歌唱太好听了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呢，也是一场的视听盛宴。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大来宾。他从音乐新人到专业歌者。他的歌声从草原到全国各地。哎呦那光呀，游过你窗前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时时亲吻了姑娘的笑脸。他就是歌手奥日奇乐。今日做客你看谁来了，将会为我们呈现出怎样的真实的自己？三扇大门背后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掌声有请奥日奇乐。有请大来宾。三汉家的三班呢？三班呢？欢迎你，欢迎欢迎。帅哥好，帅哥好。二奇乐，好久不见呀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对，感觉好像还没太老啊。你告诉我，怎么就想通了？你知道我之前无数次跟他联系，他总说，我觉得我不够资格。你怎么就不够资格呢？我们都很喜欢你啊。对不对？我就觉得就是我还是个就还差点意思感觉。对，你就是不想进入老艺术家行列。不是这样的。我每次来都问二奇亮，我说这个找女朋友了吗？今天在追呢。在追呢。对，在追。现在在追呢。那也就是有目标了。有目标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是个大新闻呐。对，要不然的话每次过来都被您怼。我不光是单身啊啥的。今天有一位你的好朋友啊，此时此刻呢正在呢外地，但他说呢开场我就要跟他说话，你猜猜是谁？我的好朋友在外地。对，他说你看谁来了，猜猜谁打算来了。我感觉像是两个人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要么就是于哥哥，要不就是那个阿如娜。于毅是吧？对，于毅和阿如娜，你知道他们俩都在外地是吧？对，因为那个阿如娜，我们俩昨天前天约着要打台球来着。对，但是你会打台球啊？我们俩就瞎玩。阿如娜，那你就不会觉得他故意给你放了一个烟雾弹，其实就在小房间？不能够，他在外地出差呢。该出差。对，那到底是谁要跟我们二奇乐连线呢？来，让我们看一下大屏幕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
哦，你生活中长得是这样的呀？对，这个说实在的，那个阿如娜，我看见你就老怕你掀桌子，老觉得你会跟我翻脸。阿如娜，你跟二喜乐很熟吗？很熟，相当熟了。请问今天呢？因为咱们这么远啊，咱就优点就不用说了。请问你觉得他的缺点是什么？他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太多了。孩子，你能不能不这样说话呀？姐本来挺想见见你的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你不实诚啊。安娜，我想知道，你跟二奇愣呢？你们是唱歌认识的吗？有一次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的一个音乐会吧，毕业音乐会吧，然后我们俩认识。因为我很早之前就关注他，因为他唱歌嘛，星光大道，我就关注他。你能不能说出他一个就是生活中的小事啊，给大家爆个料？他喝酒了之后会爱哭。哎呦，哎呀妈呀，这是大料。我就比较心疼他，他是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一个人，非常考虑别人。对，我是有点就是还是自我为主吧，他不是这样，他会很累，所以有些时候他喝酒啊就会有点会哭出来。也算是一种释放。他跟我说很多他的事，就压力嘛，但是我觉得有压力才有动力。我特别想问，你知道他现在这个正在喜欢一个小女孩是谁吗？哎，那你跟我说一下呗。那你跟我说一下呗。做那些的。哦。哇，天哪。哦，这都可以说了吗？可以说呀。啊，我的妈呀。哦，这中大西的。知道，因为我只是听他说过，我没见过本人。哦，没见过本人。好吧，下次呢你来现场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见了，好吗？嗯。哎呀，那太好了万一将来这事儿成了，您是叫嫂子呢还是叫弟妹呢？各弄各的吧。好吧，那谢谢你啊。然后我们下次再见。加油兄弟。啊，加油。拜拜。当年加油兄弟，加油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他平时别人那个大家都在喝酒聊天的时候，他每天都在健身，每年至少得接四部戏。健身是吧？对，然后别人都去搞价钱，说是这个钱呢，他说不行，我就去，不管钱高钱低，就狂飙是吧？对，狂飙之前我就早就知道他要拍这个，这是去年就拍过了。然后这之前他还有那个乒乓的时候也是，他有时候就回来，他特别累的时候，哎呀，这次费用哦，他演了中国乒乓是吧？对，给的费用特别低，咋办？去不去？我说去啊。他其实生活中是一个特别直来直给的人，他不像我这样的，有时候会想很多。但这个也是我们两个，就是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，就经常说，要是互补了的话，就完美了。今天呢，二晴来到我们的节目中，当然首先呢要为大家带来一首呢好听的歌曲。今天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是什么呢？这首歌是我四年前给我这个喜欢的女孩写的一首歌。你四年前就喜欢她，你一直没有说吗？没有。但是，是作曲是哈伯利夫，是我一个特别好的哥哥。他是一个特别鞭策我的人。如果我是一匹骏马，他应该就是那个马官。哎呀，我们的关系就这样。那接下来唱这首歌算不算求爱呢？哎，就不算是求爱，就大胆表达吧。哎呀，大胆表达了。你表达过了吗？生活中表达过。那后来呢？已经表达过了。之前他不搭理我，但是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，他那个又还有人不搭理你，有机会。我哪天跟他谈谈话，他要是错过了，他后悔一辈子。后来今年过年怎么了？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就联系上了，然后到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我是处于一种特别幸福和亢奋中。哎呀，对，你在唱歌之前不打算跟他说几句话？我就别说了，我就不好意思。好吧，那我们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心爱的姑娘。我心爱的姑娘。对，送给呢电视机前所有的正在爱的路上的人们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我心爱的姑娘，来。说呢，我心爱的姑娘，你为何笑得那么忧伤？我多想骑着花斑马飞奔到
的身旁，卓娜，我心爱的姑娘，在我梦见，梦见你的每一个晚上，我多想随着那朵白云闯进你的梦乡。我们总说来日方长，却忘了诗和远方。你是我的阳光，照耀我那前行的方向。我们总说来日方长，却忘了世事无常。当星星划过眼眶，白云在风里流二奇愣啊，把这样一首美好的歌曲呢送给大家。那今天来的第一位嘉宾到底是谁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此时此刻，三组神秘嘉宾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。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，大来宾能否一猜即中，顺利过关呢？真正在舞台上的合作呢，其实没那么多，但是就是私下里这个私交关系非常好。有的时候，哎，跟父母说要不合适，那就找谁就会找我。他还在保持自己的那个初心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有五次机会呢，来提问三个房间，你想先见哪个房间的朋友？我按照顺序来吧，一号是吧？一号房间 ，OK。那你有五次提问机会哦。啊他有可能是你的朋友，有可能是你的老师，也有可能呢
你是你的女朋友？对，有可能啊。哎呀，高兴了。你别笑，你以为我不能把你女朋友叫来吗？你以为我刚才人我们都很熟悉，啥也不知道吗？嗯，来第一个问题。啊，我问第一个门吗？对呀、啊。我咋问呢，姐？你可以问他男的女的多大年龄，是不是歌手啊？咱们认识多少年了？是不是蒙古族？什么都可以啊。好吧，你是男的女的呀？他要是女的，你估计是谁？我不知道啊。女朋友。太神秘了，这个。对啊。哦，天哪！那这个第二个问题，我们认识多久了？你喜欢的这姑娘，你认识多久了？我们认识四年多了。四年多，还真是。那没准他也认识四年多呢。真的假的？别闹！我这个不长不短，不长不短，差不多也是四年。第三个问题，是不是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？是不是歌手？是不是歌手？对，是不是？您是歌手吗？算是吧。算是吧，算是歌手。你喜欢那女孩也会唱歌吗？她会唱。啊，对呀。第四个问题，您是哪里人？您是哪里人？我从朝阳区来，那就说明他住在酒店的朝阳区。不是，他是说他问的是你从哪里来、嗯，但是他其实想知道你是不是内蒙古人，对吧？对，你是哪里人？啊，你是哪里人？再问最后一个问题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对，你是哪里人？这个得诚实回答了啊、哦。对，你那个你喜欢的那女孩是咱们内蒙古的吗？是。啊。啊好，您是哪里人？我是内蒙古人，哇、哦啊，老乡啊！注意啊，你站好了啊，嗯、站好了、啊哎，没答对会喷气儿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来吧，这一下你知道 你告诉我是谁？你知道你王叔厉害了吧？啥事儿都干得出来。我真的不知道是谁，必须要说一个。我同事，也不对。你就想让谁来你就说谁呗。那我就随便说一个吧。随便说一个，花姐吧，林花姐吧，花姐，林花姐，林花就是凤凰传奇的林花姐。随便说一个，来吧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号房间中到底是谁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帮我打开一号房间。你看谁来了？答错了！哇！哎呀！我的天哪！哎呀！哎呀！这乌雅姐姐伤心死了。歌手乌兰普雅与奥日奇愣相识多年。更是同乡的姐姐，彼此互关互助，今日同台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？我们的节目越来越神秘了啊！对，之前参加的时候还没有，就是凌晨这个，因为我这个休息本来就很晚嘛，因为我们这个工作，我一看林念老师给我那个发微信，我看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儿，他说你赶紧过来救个场，我说这怎么差点给整成他女朋友？对对对。哎，这个标准有点太年轻了。这小兄弟是吧？对啊，对。图雅应该比你出道早吧？早多了吧？早多了，早多了。那时候你是不是特羡慕他呀？嗯、对呀、啊，那是小时候电视上一看的都是我。小时候？不是小时候，说错了。听着我歌长大的。看过我主持的节目。对对对。那黑呀？那黑呀？哎呀，对对，比较早。图雅刚才听到他已经有追求者，你是不是特别高兴？我特别高兴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的弟弟呢，本来就是一个。一个人在北京打拼，所以我们是一个公司啊，又是同乡的一个姐姐，我就特别希望她就是有人照顾她，有人关心她，因为她事业一直都是非常的顺，而且有点如日中天的意思，蒸蒸日上，啊，所以我希望生活中有人去关照她，陪伴她。她生活中，因为我觉得奥日奇愣，其实我们说她现在很顺利，她之前是很不顺利的，是的，相当于你是从小是在马背上长大的，对吗？对，出来的时候当时是来打工吗？对，是是。那个时候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呀？第一份工作是马官。马官在哪里啊？在我们老家那个叫乌兰布统的草原。就是旅游的那个景点，对对，给牵马。对。然后你第一个工作去当马官，那个时候你发现自己会唱歌了吗？小时候就唱，其实那时候我是本来去应聘歌手的，结果那个旅游点人说长得又小，嗓子又细，算了，辞退吧。然后看那么远过来，那个后来那个老板就心疼了，也是遇到好人，他说那你这样。你去当马官吧，嗯，你还是回家还是当马官？我说那就当马官吧，啊、哦，就这样留下来的。你当马官那个时候就是养马喂马，那你应该很喜欢马吧？特别喜欢，从小就喜欢，那时候、嗯、对。然后后来我看他好多照片都是那个抱着，他现在自己好像养了马吧？对，我有大概有十来匹吧，就是分散在内蒙的各个地方，西蒙啊、呼蒙啊。你会想他们吗？
就是我只要是我的哥们儿他们老家有那种大草场的我都会养，嗯，然后每年夏天有时间去他们那儿就看看自己的马。你养马吗？我们就是从小马是我们的玩伴嘛，也是好朋友，但是长大以后就离开内蒙了，所以说你骑得好吗？我还行，但是没有他骑得好。托塔姐去你那儿骑过吗？姐姐本来想带的，今天冬天想带我们一起，那个去年冬天录制节目的时候想那个留来着，但是时间不允许。哦，对，她有时候特别忙，她是一个超级无敌女战士。嗯，是，心里边她真的是一个铁人，她不休息的，她不休息，太吓人了。她跟王芳一样，这俩要加一块基本上就工作的机器。我没有，这是我姐嘛，她是我榜样。是那个托亚，你就这广唱歌，你这个人问题解决没有？啊，我这也不等你的吗？意思就是要跟我凑合过了。不能凑合过，我帮你找。哎呦，太开心了啊！托亚，其实看到二奇愣这些年到了北京之后的成长，你会不会觉得这孩子挺努力的呀？对，其实他这最开始是在其他的一个卫视的平台参加比赛，那个时候我就关注了，因为我们从内蒙走出来的歌手会，比就是其他的歌手要关注自己的家乡的走出去的，又是同民族的人，会更关注啊，会更支持。然后他又到我们同一个公司，然后又参加星光大道，取得非常好的成绩，我就特别高兴。就像我们当年就是云飞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说我们家乡又出了一个特别优秀的小伙子，所以我们身上有很多共同的点。比如说他小时候的经历我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们都是一样从内蒙古最小的一个城市走出来的，他对每一个机会的这种珍惜啊，然后这个前辈同行的这种尊重，那种就是他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看到了我们民族之光，民族音乐的传承的这个就未来跟希望。他唱得也好，特别好，唱得好。对，就是刚才我那个小伙子问我的时候，就是他在台上台下是有什么样不一样的，我就是说其实在舞台上的二七愣他是以抒情的歌曲多一些，他的内心是非常丰富和饱满和充盈的，其实是大于他的现实的年龄，但私下里他是一个非常调皮非常幽默特别可爱阳光的一个大男孩。对，就是他在舞台上跟台下其实我们是有很相像的地方，就是我是在舞台上很绽放，就是唱歌很开心，但是私下里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女孩。是的是的，就是我们之间是有很多相同的这种感受。是，二七愣，你后来从马关怎么给你一个机会去唱歌了呀？就是第二年，第二年我又去了，没请我，但是我就自己去了，然后就赖着不走。然后他说：“那你试试吧。”其实那时候就开始转变了，边当马官边唱歌。嗯，对，就这样转变了，一点一点就开始，然后就。我觉得唱歌这东西真的是天赋，哎，真的就可以唱得很好。因为今年呢，这个过年的时候，我跟你师父阎维文老师呢住一个小区，他聊起你的时候，他都放电。放光，他特别喜欢你吧？就是，哎呀，我觉得我挺幸运的，真的。如果要非得要就是要谈到老师的话，我觉得老师，还有我们公司的老总陈忠和先生，这两个人对我来说真的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儿。是他们的，在他们就包括姐姐他们在这群人的加持下，在他们的关爱下，然后才有我的今天。对，哎呀，不能再聊这个了。那个他特别感恩。就是有一年是看春晚哈，央视春晚，因为上春晚的时候我们都回不了家嘛，就是大年三十回不了家就一起过年，然后那个他下了这个春晚的舞台就去老师家，门一开就跪到老师那儿去了，就把幸福把收获荣誉都跟老师一起去分享，同时也把感恩就我蒙古族的那种质朴那种男孩那种纯真，也就是展现在你的面前，就是我特别的感动，特别温暖。他一见着我就说：“哎呀，姐，你别累了，你天天你像个女战士。”他就是那种心疼你，因为他也没有姐姐嘛，就把我们同公司的这个，尤其是家乡的姐姐当亲姐姐一样。所以我就说，弟弟现在这个事业蒸蒸日上，我希望他有一个内心所爱，就是一个温柔的陪伴，别像你姐似的啊，变成老哥们儿了。
不会。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啊？给我们唱首歌吧。来自家乡的歌曲，其实就是我跟我弟弟一起来分享的。我这艺术之路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哈，有荣誉，有挫败，有这个阴霾，又有阳光。但是我们要坚守自己内心，知道从哪里来，再回馈自己的家乡。所以这首歌也是我来报答我自己家乡生我养我的地方——阿尔山的姑娘。
这个我是这么想的，我一直想在咱们这个舞台上呢做一次我们的老乡聚会。真的是、啊、真的是，因为我来自内蒙古嘛，然后我们像张秋歌老师啊、三娜老师啊，然后还有老师 啊对，还有那么多我们的主持人都是来自内蒙古。我不完全同意，你到那时候我好像就是个外人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是我们人，你是我们人，你是女婿吗？马上要女婿了吗？好吧好吧，谢谢涂雅，我们来合张影好不好？谢谢，来来来，合张影啊、嗯！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合张影，留下我们今天节目的温暖时刻。你刚刚说是顺着来是吧？嗯，顺着来。对，二号房间来第一个问题。请问您是男士还是女士？哥哥。哥哥，是他是你哥哥还是你是他哥哥？对，那不一定。哥哥，那你猜。第二个问题。你的家乡在哪里？跟你一样有草原。哇，天哪！哦，这个嘉宾好厉害啊，他说话好有诗意啊。嗯，是。第三个问题，你平时爱运动吗？生命在运动。哎呀。OK， 你的皮肤的颜色是黑，偏黑还是偏白？那你说王文艳老师偏黑还是偏白？他是正常。正对，我正常人，不怎么白。你是歌手吗？我们那儿有嘴就会唱歌。不会是扎西哥吧？扎西谁？扎西平措。扎西平措，扎西平措是藏族吧？对，因为他的语气就是那种的，我们俩生活聊天的就是那种特别幽默。确认吗？我感觉像他。扎西平措最出名的那首歌是什么歌呢？一面湖水。一面湖水，你唱两句我听听。那么说我枕畔的眼泪，嗯，一面湖水。来吧，到底二号房间中是不是扎西平措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上面水准备啊，四三二一，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。啊，看谁来了。答对了。天哪、yeah！ 歌手扎西平措，二人相识多年，在音乐创作中交流不断，生活中更是无话不谈。今日同台会带来哪些大爆料呢？你俩这么熟啊？到底谁是谁哥呀、啊？他显老，他显老。本来我大好的，开玩笑。这单礼物我们看看。他特别喜欢藏香，然后就是因为要给他惊喜，所以我给他带了一个不是那种传统的藏香，是一根一条的嘛、uh-huh ，就给他一个有设计款的。哇，好漂亮哦！给大家看一下。哟，哇，就是把它做成叶子的形状。天哪，好好看啊！哦，它这个燃烧的时候到底下那会不会香头很大？啊，对对对，哦，对对对，观香啊、哦，对，就是只为途中遇见你。好像王文艳老师也喜欢香，是、啊、是吗？老师，那我还以为你给我带，这叫扎心评错。对，他也就会经常说我是扎心的，对，扎心，因为我怼他就会生气。扎心，你是西藏什么地方长大的？在西藏日喀则，就是咱们珠穆朗玛峰的故乡，知道叫珠峰故里。韩红老师不是唱过一首歌吗？我的家乡在日喀则，对，就是你在那里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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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你们那里真的是有嘴就会唱歌吗？啊，这跟他们比可能差不多吧。在蒙古人面前也不敢太嘚瑟，因为大家都是少数民族。但是我在内蒙古长大，我身边有很多蒙古族其实也不会唱歌，有很多就是天赋有。像你这样不会唱歌的也不多。我觉得老师更应该叫扎心，真的是。对，你认识那个乌兰图雅吗？肯定认识，肯定。我跟你说一下，乌兰图雅跟他已经那个就是打算往前走一步，迈一步，迈一步。您说的是哪种关系？就共同生活迈一步。哇，是吗？老师是就是不是吧？老师，你骗人。这个哎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对，你觉得合适吗？那得问图雅急了，这个、不是你觉得合适吗？图雅刚才已经吐口了，说只要评错，说合适，他就觉得合适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他们觉得幸福的话，都可以，我们支持。嗯，就你就觉得我这个气质配得上，配不上？完全可以。那你这样评错呀？你就是跟我们不熟，你要熟了你就知道。我第一次参加，然后老师还有老师你们都是我在电视上见过。下一次我准备。没想到我刚开始很。哎，
哎呀，怎么聊天呢？就是我这唠嗑的技术也不好，他也知道。但你现在说的很好，但是老师这个不是让我一下子放松了。你比那位哥哥头一次来强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第一次来，我跟你说，他第一次来，我好痛苦啊！他不说话，他不说话，就是他说的话拐弯儿。他最近的汉语真的进步太大了。不是，他刚开始也是，然后他还说我很拽，这是后面认识之后说的。我说我哪里拽了？我说不是很熟，我就在录音棚，哎，就这样完了。他说你拽，哎，后面说的。我说，我们当时觉得你也很拽。我说没有，就是因为跟你一样比较内向，然后又不知道，就跟第一次见面的人跟你稀里哈拉又说不出来嘛，然后该录的录完了，然后是这样就。所以你们两个要向吴雅和王维念老师学习。对，该表达的时候就得表达。那个真的是社牛。因为我以前没想到，人家涂雅刚才说他一直在等我。那我真心祝福老师。哎呦，这等会儿啊，这期节目要上热搜了。等一下啊，首先呢，他说他有一个喜欢的姑娘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、OK。然后呢，王维念老师呢，这个大事儿好像也要定下来了。是哇，今天我们两双喜临门呢。哎呀，这就恭喜！我唯一的苦恼就是，我俩家里边牛羊太多，我就怕我照顾不过来。要不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？可以放牧，我们再放牧哈。哇，你还会上长调呢？哦，他们的山叫长调，我们叫山歌。哦，哎，你会唱我们内蒙古的歌吗？内蒙古的歌在他面前唱，那不是？哎，你，哎，你俩一起唱两句啊？唱就长调，你们的长调有他唱。哎，我觉得这样，你唱内蒙古的长调，哎，你唱藏族的长调。诺恩吉可以啊，诺恩吉好听啊。他还唱诺恩吉啊？诺恩吉，你先起吧。他一唱歌，我就心就特别舒服。那么寒的藏地，暖起啊，暖的山河流，家呀亲。王老师又教又感动了，他这种声音，他不是人的声音。老师说，我不是说你不是人啊，就是说这种声音，就是他不是正常人能发得出来的。哦，好听，就是他太有拉动感了。停错相当于是好声音出来的是吧？对。哪一年参加好声音啊？2017年。今天呢，你们两个的一位共同的好朋友发来了一段视频。讲了讲，看看你们的共同的好朋友是谁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大屏幕。哦，于哥哥，于哥哥，不管你是什么职业，不管你是多大的年龄，你特别怕的一件事就是在深夜接到电话，因为一天的劳顿之后，你正啊，心理建设一下 ，OK， 我要睡觉了，我今天不会失眠。噔，电话响了。你会很恼火，但是有一个名字出现在我的通讯录这个电话上，我会心头一暖，那就是我异父异母的弟弟奥日奇楞。弟弟基本上在12点打电话给我之后，他会说：“哥哥，我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就是特别想你，真的很暖和。”这就是奥日奇楞弟弟。也许我们在我们的专业上，因为我是一个职业演员。那可能我喜欢唱歌，我没有办法在很多专业上给奥日奇楞弟弟一些专业的建议啊，有效的建议，让他怎么样在他自由歌唱的这条路上更加往前。
他的歌声里最吸引我的是，他虽然在各个钢筋水泥包裹的城市里生活着打拼着，但是他歌声里你闭上眼睛永远有风吹过草的声音，有马背上驰骋的那种自由，那种专属于他内心的这种表达，是柔软的也是坚毅的，正如他的性格一样。其实奇愣弟弟，我真的想跟你说，不管你现在音乐路走的是艰难啊、也顺利都好，一直保持你歌声里的自由，保持你歌声里的驰骋，保持你歌声真正属于你的心的那部分。哎呀，说太好了，太棒了，真的说太好了，你会不会很感动？对，因为哎呀，一每当提到他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暖。他是一个特别有心、特别细心的一个人，而且哎呀，不能掉眼泪。说的特别对，其实你说说为什么？你看啊，张西哥，我们两个第二次，我是第二次上春晚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中间的那个上春晚所有的音乐的费用，他自己一个人出。服装。对，服装的费用当然是你们三个一起唱的吗？对，你们三个是吧？对、嗯、夜空中最亮的星，然后音乐所有的音乐也是他出钱自己做的。因为那个时候他比你们条件好一点是吧？其实条件，你要真正条件好，那时候我们应该也都平均的去大家一起来，但是哥哥就从来没有。然后后来他又找纪文波老师，那个大师给我们三个设计的服装啊等等前前后后，然后细心到啥程度呢？我们过年回家的时候给我们两个每个人一个小礼物，但是这中间呢，因为那时候我很多的事特别莽撞，跟个傻小子一样，这中间出了很多的产纰漏啊，就把上春晚的时候做发型呢，就人家都弄得挺好，我撒了个亮晶晶上去，一个个的感觉当时都快气吐血了。因为他是要跟他有五次彩排嘛，他必须要做到一样，但是他在突然正式的时候头上有好多那种亮亮的，就我们有以前会撒的那种。对，他跟那个背波带不接了。哎，对，然后就差三个节目要上，他头上还有亮晶晶的东西。然后于哥哥那时候我看到他第一次生气，跟你发火了吗？小沈阳老师，他就那种眼神，你干什么？我们是团队，他第一次严肃，我看到。跟你发飙了在后台。我不知道，那时候我已经睡着了。我一醒头上有亮晶晶的，我说哎，这个发型师给他撒的。对，我觉得那样发型师肯定也是出于好心，那觉得很酷。对，那样你是吧，你总算那个衣服因为上有那个亮片亮片的嘛。对，那个发型老师，我说赶紧快帮我弄一下，他说挺好的，我说快赶紧弄。我那时候真的是特别愧疚。他已经有眼泪了，余已经跟你发飙了是吧？对对对，急了。因为他想的是我们是个团队，我们要做得更好。其实余老师确实是很认真的人是吧？对，我是第一次跟他通话，其实之前一直想采访他，因为郭敬明老师，但这次跟他一聊呢，我才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人。首先他唱的和你们俩在一起不觉得他差在哪儿？没有，对，唱得很好。首先他唱得很好，唱得特别好。对，其次他真的是一个，要不说这个成功人就有他的这个成功的理由。就因为给你录这个视频，能不能来这个问题上，他跟我交流了很多，而且都是主动的，然后跟我说，王老师，所有的这些话呢，都是我想说的，但是有一句话可能我不礼貌了，你一定要把奥尔奇愣念对了。你要念奥尔斯楞了，他说我觉得别扭了半天，我不好意思，但是我还是想给你强调一下，你可千万别念错，给我发信息。对，他怕王导读错了，其实我们很熟，他怕我在台上读错。这就是这么一个特别认真的人。然后你看他这一段视频是录了两长段，对，他说这两段您挑着用吧。但是这个于毅老师呢讲了一事儿啊，他说呢他爱喝酒，是有这事儿吗？他说你们一起喝过酒。其实三个人下来的话，于哥哥的酒量是最好的，但是人家的话就是说，哎，能喝点就喝点，就是很那种。这位大哥就是酒胆儿，酒胆大，来吧，然后就喝完就哭。然后呢，他喝醉以后耍酒疯吗？喝醉之后，他说我是蒙古草原来的，我说我知道，然后蒙古汉子喜欢摔跤。博客，我说对，博客，我说那是在草原上，他说没事都一样。那于哥哥生日好不容易就是去于毅生日啊，去他家里要跟你摔跤，
因为我们三个先吃饭，然后喝了点酒，但是真的没有多喝，就是只是一瓶红酒，三个人慢慢喝的，他的脸都已经红红的，然后说哥，我们摔跤，我把你当哥哥，然后我说我不要，我不行，然后于哥哥，他也经常就像您说的，平时他很自律，锻炼呀，打泰拳什么，他经常，哎，就觉得于哥哥也觉得心里有点底了，哎，你比我瘦啊，什么是吧，就是可以来一个。他说好，那但是你要轻点啊，我要拍戏的，我这膝盖也受过伤，以前摔过，从马里往上摔过，然后怎么？他说好，没事没事，就开始了，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技巧，真一下子把哥哥摔了，就跟就属于地板，给人弄一个，人家客厅里他把他摔了，哇，咣当一下，我说这，然后他就，就于哥哥你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话都说不上来。哎呀，哥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吧，没事吧，真的就是这样，我们是兄弟，我们兄弟。于哥哥，但本来有点喝酒的那种状态，微醺的那个都没了，对，一下给摔醒，就直接是惊吓的那种，然后就是连个杯的，然后给他弄了一个大的杯筷呀，就是摔过去，直接这样把他摔了。对，你能把王老师摔一个吗？我看一下。对对对，对。嘉欣今天唱什么歌？我想跟他唱。哦，跟他唱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嗯，什么歌？弯弯的月亮。遥远的夜空，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个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，阿娇摇着船，唱着那古老的歌谣，歌声随风飘摇，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到我的心上。我们可以快速猜一下，他可以帮你一起猜，好不好？ Okay, 来，好。但是呢，如果没猜对呢，也要一起。行，就一起受惩罚。哥哥，你在这站。好的。对，有在站。我在这站。牛难。对对对。有。牛不各想。对，现在是这样，你现在帮我，然后你站这儿啊。对，就是。往前一点。这是什么？不是你站这儿。是站这儿。掉下去的。不是不是不是。我跟姐姐在一起站，你帮我一起猜。对。第一个问题。这个会掉吧？赶紧。不会不会掉，不会掉。往前一点点，对，我觉得你下一步可以来跟我当主持人了。好，这个第一个问题，老师，要不你，你也想，我以前有这样的一个调过，特别害怕。来，第一个问题，对，第一个问题，哥哥，我觉得最在乎的事儿，啊，他比我白吗？好，你比我白吗？你比扎西白吗？你比扎西白吗？想比你黑也很难。哇哦，这个。第二个问题，是男的还是是男士还是女士？你站这儿，你站这儿，我们的这就不能给你。有福同享，你还能？就是。那我站这儿吧，你对我站这儿，你站这儿，站这儿。老爷们儿，老爷们儿，东北人呢，这是。
但是我刚才可是看到一个大帅哥哦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啊、是帅哥呀，帅哥呀，是特别高。说昨天刚过生日，你们猜猜是谁？我反正我刚才看到了。来，昨天刚过生日，干啥玩意儿？你这来第三个问题。不可能吧？哎，您好，您唱歌有我俩好听吗？哎呀，这个一点不谦虚了。没有，没有，你们是我前辈，我的天哪！假谦虚的那种，一看。对。有我们高吗？第四个问题。比我们个子高吗？比你们高。您是少数民族吗？对。是啊。还真是他，应该是扎西顿柱哥吧？昨天他过生日，我们在商城里也碰见他了。但是他说我们是前辈，不应该，因为扎西顿柱的话，他早就那个比我们早上了那个。比出道比你们早。对啊，早很多。他出道时候我们还是大学呢。如果他不是谦虚的话，那就是扎西顿柱哥，那肯定是他了。四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？我早要掉了。歌手扎西顿柱，五四三二一，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。谁呀？看谁来了？答错了！哇！你怎么能猜不出来？哎呀！你怎么能猜不出来？哎呀！歌手阿尔法与奥日奇楞相识多年，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生活小聚，都是无话不谈。今日同台会带来哪些小故事呢？这个为什么要请你们三位同台呀？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啊！你看，维吾尔族、藏族、蒙古族，你们三个在同台啊！我就想知道，你们比如说他俩要是唱长调，你用维吾尔族的声音往里头揉揉进去是个什么味道？你们尝试过？你们三个一起唱过歌吗？我可以试试，我还没试过呢，没有试过。对 对, 对, 对，你们可不可以唱一首歌，然后试试？我们三个是第一次唱歌，是啊，真的没有。第一次，像我们两个会有一些音乐上的交流，但我们三个一起第一次。我觉得唱唱什么歌都可以。老师还是出难题了，第一次真的好难融入，因为他们的太有特征性。我一直很难融入，想有一个那样的组合，就是几个民族对弄成一个组合，哇，居然三个旋律揉在一起还能搭在一起，还不找一个好作曲家，这是完全可以解决的。这个老师这还没有中国，这真没有，真没有。你们三个是在严维文老师那里认识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不是，我是从、那个、星光大道，我们两个人，对，我们俩星光大道认识的。你应该出道最早吧？这是我前辈，这才是我前辈，真正的前辈，我长辈。这么小，电视剧这么小就，他就这么小就看着我长大的，真的。阿尔法那个时候真正的前辈呀，五岁出名的吧？对，五岁小，五岁小男孩的唱跳，对我爸就说，你看人家小孩，亲死了，太棒了。你们年龄，你们三个谁大一点啊？这那个谁最黑谁就最大。八六的太大了，你是八六的，对，你是92，九二的，92的，98，不可能，你98的吗？98的，肯定是，因为我们你九八年的吗？我九八年，咱们熟悉他时候才五岁嘛。对，我感觉你出名好多年了，20年好像，20年，对，你98年的呀，我的天哪，他从艺20年，对，老艺术家，艺术家，以后叫阿尔法艺术家。我跟你讲。在你们俩在评错下场之前，真的是希望你们几位这个越来越好。我也希望有一天真的你们仨能够合作一个作品。哎，这个创意，如果你们仨做一个音乐会，各唱各的歌，最后一首歌是三个人同唱，会非常轰动的。而且你们又是你们这个民族现在就是年轻人代表作，代表人物嘛，所以我觉得哎呦太好了，王老师你真的是这个老师说的设计太好了，是，咱们先合张影吧，来合张影啊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合张影，留下我们今天节目的温暖时刻。所以在这个认识了以后，还是交往比较多的是吗？对，是的，但是。
说到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俩有一个特别暖心的事儿，也 我觉得我一定要说出来哥。嗯，我觉得这个事儿，因为是应该是有一次吧，就是我应该工作很忙，然后老熬夜，然后心脏很不舒服，然后呼吸很困难，然后当时我是给我哥打电话求助，然后当时我哥也是把手头上的工作就是放下来，然后来我家把我带上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。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挺感动的，然后从那一次吧，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兄弟情感觉更深厚了，感觉是。啊，那你当时怎么能想起是你给你哥打电话？因为家里人都回，当时是也是过年，好像是。就年前。对，年前吧，应该是。啊，对，刚好，因为我和我哥就是一直是跟他，要是没事我们就在一起聚着，然后怎么说，奥哥感觉自己的亲哥哥一样，嗯，给我的是这种感觉，所以我就很照顾你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我发现你其实挺暖的。哎，对，就是都是相互的。有一次我也是去年，就是前年21年的前一年，有一天就是10月份的时候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实在是难受的，我说阿凡，我说你干嘛的？他说哥我在家。我说你心有没有事？我说我心情特别不好，你能陪陪我？他说你等着，直接就他过来开的车，然后又带我兜风，放了好听的音乐，然后带我喝了个咖啡，也没有，我们两个没有过多的去不一定说什么安慰啥，但是那个举动让我真的挺暖。那一刻我是遇到点事儿，然后自己那时候是被女朋友拒绝了，不是，那时候我是抑郁症，应该是啊，对，中度的抑郁症那会儿，哦，特别就是我已经半年多几乎就每天就睡2个小时。哎呀，就是那天他安慰完我之后，我就多睡了一会儿，要不然平时就几乎睡不着觉那样，又焦虑。然后后来那天是我3天都没吃饭了，然后他带着我去吃的点心，然后我们俩晚上又吃的面，就这个是让我挺感动的。那也就是说我今天给你找的嘉宾都很满意是吧？哎呀，对，其实，我觉得就是真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阿尔法呢，我第一次采访的时候大概有几年前了吧，对 对好多年前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其实也是阿尔法比较困顿的一个时期，因为他呢从我们所谓的童星，童星突然呢要转成一个就成年人，就我们好像在我们的脑海中那一直都是这么大，对对对。所以就突然看到他的时候，那时候采访他，我就觉得这孩子很不容易，就他其实很难，小时候太火了，对，那已经是珠穆朗玛，然后你想再去翻越他真的很不容易，翻越自己非常，是的是的。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觉得特别幸运，你们都遇到了一位特别好的老师。今天你们的老师也给这个二奇愣发来一段视频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二奇愣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年轻的民族歌手，在他的演唱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，对音乐的敬畏，特别是他那难得的在音乐上的天赋。所以我经常跟他讲，我是希望你到任何时候都保持自己这一颗纯净质朴的心，让自己的歌声永远是那么质朴优雅。这个老师对你非常
啊，来休息一下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合张影，留下我们今天节目的温暖时刻。按说呢，这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但是呢，你的有一位朋友说，他一定要来讲一讲你的糗事儿。对，我怎么也得找个讲你糗事儿的人。对，对，要不然这全是赞美，我觉得这有点过分。对，我也觉得是。对对，今天开心不开心啊？特别开心。因为你的好朋友都是，就是二奇浪，可能他是那种就交一个朋友就是那种特别，对，真的特别瓷实的、特别铁的朋友啊。那这位到底是谁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。哇！你好，鹏哥。哇！好友赵鹏与傲日奇愣相识多年，今日同台又会带来怎样的小趣事呢？你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哥哥，然后是一直在关照着我的一个哥哥，他叫赵鹏，然后是我现在所有的服装那个所有服装，他的一个品牌叫先先生生的一个西装私人定制的老板。对，是这样介绍星巴克。可以，非常好。是西装定制的老板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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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这事儿媳妇怎么样？非常好
一看就是手工竹编啊。哎呀，这个还行吧？对，这是我最贵的一套衣服，当时买完之后肋叉子都疼。昨天他还在我们那儿店里呢，然后我估计就是王老师因为提前给我打过招呼，说千万不能让你知道。嗯，所以我昨天还问他呢，我说啥时候录节目啊？他说明天录啊，明天录。啊，这个你没想到吧？因为他昨天店里特别忙啊，他还特他过去挑了一件衣服啊。哇塞，这个！哎呀，这个我想知道，你对二喜愣挺熟悉的是吧？对，好多年了，我们认识。嗯，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其实我们最开始应该是通过小倪老师认识的，一个买题，一个买题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有一次聚餐上，然后他特别安静在那儿坐着，然后我就喝了点酒，我说：“哎，这个哥哥挺可爱的，勾芡他一下吧。”勾芡他一下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你快爆爆料，前面人都说太好了啊，我觉得不行，你得说缺点为主啊。我的缺点啊，那缺点就是太能喝酒啊，太能特别能喝酒啊，能喝酒。他不是能喝酒，他是敢喝酒。敢嗨啊啊！就三杯先把自己整醉了那种。因为第一次我们约我们团队人吃饭，他第一次吃饭就把我吓到了。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啤酒可以按照那个量去提上来的，太吓人了啊！对，什么量啊？能说一下吗？因为我记得好像是那个是五升还是四升一桶的呀？四升一桶，四升一桶吧。他是提了大概是有十桶吧，我觉得大概。然后他是要洗澡吗？然后我们很惊讶，我大概喝了半桶，我已经不胜酒力就撤了。但是后来他跟我说，第二天他们喝完了，他们当天晚上喝完了。没有，但是当时还有两个哥们儿，我是咋呢？因为我是长期从他们这儿借衣服，然后永远不给钱那种人。我是到年底了借衣服，对啊，你这会省事儿，对对。然后就是所有的衣服、演出服，到现在为止，鹏哥没给我要过一分钱。哎呀，你别爆料了，因为别人有的人是收钱的。王老师说：“哦，那我明白了。”是这样啊，我这个下一次是不是西服该调整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对，但是后来我就觉得，人家这么一直关注你，然后平时微信啊，我们聊天也特别好，有时候郁闷了也去他那儿跟他聊天喝茶啥的。我说那就正好人家团队人都在呢，那就好好请人吃个饭，对吧？都是年轻人，肯定得喝点。我就特意找了两个哥们儿，内蒙的，都是那种1米8宽宽的。我说有这么个，就这个要请吃饭你怎么办？他说弟弟你别管了，你告诉我地儿在哪儿，我带酒过去就行。喝啤酒、喝洋酒、喝白酒，我说看那架势应该是像喝啤酒。他说那等着吧，然后还就拎了两人，一人拎了那个 五个就过来了。我说这啥情况？他说喝倒他们，就这样。他对衣服挑剔吗？他还挺挑剔的，他内心是对自己生活有要求的人，但他看上去很随和什么的，但他是有要求的。对，他除了爱喝酒以外，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？喝完酒以后耍酒疯吗？那我从来没见过，因为在他耍酒疯之前，我已经不省人事。然后你们经常去唱歌吗？没有哎，我反而我们从来没去唱歌。对，啊，因为他打过台球吗？好像也没有哎，也没有。嗯，对，但是我确实听过他的哼唱，就光他的哼唱我就已经浑身的鸡皮疙瘩了。这哥哥对你很好吧？真的是很好。我要是有时候特别郁闷了，我然后没事我就去他那儿喝茶。其实他特别忙，而且他也很焦虑，而且他的发泄方式就是爱打拳击。他只有这一个方式，然后不管多忙，我去的时候他永远给我正能量的输出，从来一次跟我都没抱怨过。然后有一次我记得让我也挺感动，我给他买了瓶酒送过去，他说你以后别整这些没用的了。他说酒我这多的是，省点钱吧。就很让人暖心。然后他的那个手下的那些小哥们也对我每次都特别对我特别尊重，很感动的这些细节。这个生活中有时间经常聚吗？这两年聚的少。对，对，反正有时候他都做饭特别好吃。哦，真的呀？高手。我发现你是蹭了人家饭又蹭衣服，对，你能不能付出点啥呀？蹭饭蹭衣蹭客蹭茶，那没办法，蹭娱乐。好哥哥，那你不蹭白不蹭啊？谁让自己哥哥呢？所以说其实还是很喜欢他的。对，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这个真诚，同时他又特别的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天才的歌手啊，真的是我觉得是天才的歌手，就是他反而还特别的真诚，就每次他这个真诚的让我觉得
好像就生活更美好了一点的感觉。对，他关键是他的这个声音太独特了。对对，就听他唱歌是一种享受。对，我每次听他这个看他的视频的时候，嗯，我会发现我会有泪花。你上次云飞来也是这样说的呀？云飞，算了吧。云飞，我上次说的是假话。真的是，我觉得二奇愣有这么多的好朋友，你今天开心不开心？来说说感言。我挺感动的，说实话，真的挺感动的。哎呀，谢谢，有谢。这个不瞒你说，这个上场之前，那个王芳都说你这使的劲儿也太大了吧？对，今天人好多，而且整出这么多人。其实你看于毅呀，包括那个阿如娜、阿如娜他们，其实都希望来，所以我们下一次。我们继续嘛，上场之前五分钟，你师父把视频发给我的，对对，我就一直想要什么样的，他一直担心赶不上，然后你师父说晚不晚，晚不晚，我马上马上，哦，就真的是，哎，我好感动啊，哦，好幸运呀，啊，所以呢，再给你对王维念老师真是很不容易，哎呀，好孩子，谢谢，来吧，咱合张影啊，哦，谢谢你们，来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合张影，留下我们今天节目的温暖时刻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大家呢收看这一期节目。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，你看谁来了的演播现场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他总能在众多影视人物中脱颖而出，他的表演藏于眼神，落在角色内心深处。他就是演员舒耀轩，一位低调演戏、真诚做人的老戏骨。舒老师好。好，欢迎您啊，欢迎您，欢迎您。哎，你说这帅的这怎么长啊？这就是啊，我一直担心我这个再过一些年呢，怕变得苍老。我每一次看到苏老师，我就觉得我不怕，我还早着呢。近日因出演热播剧《狂飙》而再度引起强烈角色共鸣，深受观众喜欢。这个《狂飙》的导演徐纪周呢，我曾经跟他合作过，所以他这次能够选我来帮他客串，我应该是导演对我还认可吧。首次担任大来宾，将会有哪几位好友为他而来呢？一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亲爱的王丽云老师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下期《你看谁来了》。